主料花蛤十只，冬瓜一百克，辅料盐一小勺，鸡精四分之一小勺，蒜一半。制作时间十分钟内，花蛤放入锅中，煮至开口备用。冬瓜去皮切片备用。锅内放少量油，放入蒜片炒香，放入冬瓜炒至微软，加入花蛤，并添入适量花蛤糖，倒入没过食材的水，煮开并将冬瓜煮至自己喜欢的软硬程度，调入盐和鸡精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花蛤中可能有泥沙为途径，为保鲜起见，先将花蛤煮开，确保没有泥沙之后再入汤。煮花蛤不需要添水，花蛤自己会吸出汤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